停了，萤火虫雨萤停火虫了，雨停了，好累，我刚还四是停颗，了。四颗，好，碎，都血坏为什么了，游泳会卡住？都亮了，亮一下尽再管亮。冲！还是我帮你放个青金石冲的都是裸体的。青金石砖180秒。我帮你吸引他的那个注意力，按你去偷偷。啊、你是不用帮我吸啊？真的吗？哎、欸，他们都不打我，都打你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你吸引力不够啊？你这边是不是有落差？哭哭啊！哭哭哭！我是两个贵族在作战。哦，晚上喽，米菲一下就是随时都是隐形的。刚刚中毒他就哭了。你不是我放你要不要穿？要不要穿裤子鞋子啊？我给你。你要满血，你要满血，米菲你肚子饿。我肚子饿。我没有。对，你要满血才有隐形。我帮你做个裤子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要死了！米菲后面好多人啊！来，掐亲口。耶！哇，速度太慢了，走不了。QQ。哦，绕跑了，绕跑了。我潜入哎，但是我没有打。那哎呦，你看可不可以做一把？保护师生还慢游，耶！音乐爸爸，我自己穿。那就这样，音乐爸爸，刚刚衣服不见了。对不起，打太深了。我知错了哦，好多人来家里哦。欸欸、嗯，我有，我后面怎么有人？哎、欸，我刚刚有买衣服来了。音乐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好，没事了。又一个，小心。嗯。啊，我还没打到，好烂啊！等一下，不能走太深。嗯。啊啊啊！啊啊啊啊玻璃出来了，玻璃，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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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，擦起来，擦起来！你这太会擦喽！玻璃擦出什么？我没擦好，我竟然掉下去了。哦，有人小麦没中，我一去哦。而且，哎、欸，我们家附魔台是不是没了？附魔台在铁空洞这里。哦，你换、哦、位置喽！要换位置喽！换位置喽！听到了，听到了，我来帮你们啊！红石上面有没有士气高昂？红石上面，红石那边有一个哦，这边隐形直接突入了，嗯，隐形的，嗯，哎，哎，我换武器，打他，那个左边来两个人哦，左边来两个，掉的东西太多了吧？40%啊，40%啊。哎，救命啊！哇哇！这是什么？孔明的陷阱，碎哦碎哦，一个陷阱。啊，好痛、哦！放心，我在你的后面。他是贵族，他很卡。贵族，他来干嘛？哎、欸，没了、欸。家里，家里又一个，家里需要家里两个，两个三个。家里，家里哦，第三阶段了。哎呦！不要让他走！哎，金钉是宝石，金钉是宝石。小雨回来！小雨，给我金钉，给我金钉！在家里，在家里。有金钉，有金钉，快点！家里箱子吗？家里箱子。喂喂喂！没有啊！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没有啊！很多了，没了，被毒光了吧？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什么东西？我放了三组多哎、欸，三组多少啊？两组拿去抽啦！垃圾！我有说我要去散财啊！我不见我不见自己还在那边说老半天，在那边骗。我以为这是第二波的那个黄金。怎样？你想要赌第二波是不是？我放箱子里面肉。想说，哎、欸，我要赌的怎么没了？他们挖绿宝的一直在挖哎、欸，我要去打、啊。嗯，我有点想去附魔了。直接打草。哦。我想说我们家没有小麦、啊。他们都有发光啊。米小妹，你要种田。打草种田。没有。打草拿那个、啊。
拿种子。啊，然后回我，没有，我挥挥一下，挥挥手，欢迎你回来。好好。哎，那马来了，马重去之路。谁谁谁摸他摸他，这骑马的又来了，马来摸。他往红石那边去了。他迷路了。保护山水，下呼吸头盔。他来，他来，头盔，头盔我不用。他在干嘛？走了，我走了。不需要，他在光台，他跑上去上面了。哇，我力量好强哦！打他！你可以打他的马。有，我在打他的马，他马叫了。他要冲去红石。那你可以再多打几下，让他的马啊啊啊！快！他在炫耀啊，他那个快马。他那个马跑很快。对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我招了一匹快马。”刷了一匹。也该让我坐坐看吧。你可以坐上去看看啦。蛋糕！放角落，蛋糕怎么不见了？所以头盔有人要吗？保护山。头盔开始要，我没办法穿头盔。我也不行，我可以，但是我在很前面。好，你先穿着。同时，对马就是打一点八，有没有？有人来了。有人行。同时上面有一个人，小心哦！对，跑去红石，红石，繁星。发光没了。打繁星，发光没了吗？好，我等下去。发光没了。回去练个五百年再来打繁星啊！没事，没有头上还有一个啊，刚刚还在。头上还有一个，发光没了，看不出来了。好胖啊！哎，快死了！这么打都打不到他。那个，没事，东西还在。他声音低。哎，玻璃破，谁？干什么？快走，快走！没大人是不是？干什么？啊，没叫到，可恶！打！哎，你怎么就这样走了，本机？你后头小心！我刚被接好了。那个两滴血的啊！铁矿都有人。我来了！爸爸保护你，爸爸。啊！死了。那个负面效果，小鸡在我们家后面。我来。另外一个人，我刚被挥了一下。哎，我们的蛋糕是不是？不能吃蛋糕。对，还是说他的眼？我刚刚听到你被挥一下，可是没看到人。对啊，一抽就大脚。他有没有青金石？没有，我有。为什么我们的负面效果啊？给你。青金石，我需要青金石。他们好像下面有人哦。虚弱。等我一下，我放一下。双甲宝。哎呦，上面，家里头上。那个肚子饿自己在吃蛋糕我不小心按到shift，右边那个来了要铁定是吗？小鱼后面鱼月宝宝正面来，我帮你们按啊这个在干嘛？这那个他那个了，因为有一个去找你，他有点那个鱼月，小心他到了好，没事，我打他。他跑掉了。我，因为你看有没有锋利的那种书，我给你书27本。我去疲劳多久啊？啊，没了。好，没了。哎，有一个在我们家上面，卡在树上。他中毒啊！他在干嘛？这里。等一下，怎么都是奇怪的节制客？哎，青金石那边有人。对啊，我现在想办法过去。源源不绝。他们那边很久了，他一直想挖一条水路过来。对啊，他挖水路。小雨，这个小雨，你有多饿？你要吃那么多蛋糕？我不小心按到 shift 了吗？是有多饿？这个大家都可以吃一下，那个是把费啊。吃蛋糕会胖哦。自己拿。很胖哦。你干嘛？没有，我刚想偷偷坏坏来，坏坏来，我想偷偷来。胸甲保护山，真的呀！这一次我不会掉了。哎，那个青金石外面有人哦，小心。那个黄金那边有一个，偷偷坏坏来。他又是想要去打云月，哪里？他裸体耶，他裸哎。那就我得先机。哦，五百金也很多哎，我一拿就走了。他裸体你应该 OK， 我们先打小鸡。
看裸体应该 OK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怎样？我比较长。他还在，他中间中间基金，中间也太多人了吧？中间五百斤啊，大家。等一下，我愉悦他来，愉悦。啊哦，中间五百斤啊。喂，我先送他们河豚。走，鸡在水中，鸡在水中。我觉得是有点累格，是所以他打完之后你那个。喂，我加速被反伤一次是吗？对啊。很团结，又在钓鱼。鸡还在水中，还在乱跑。被你发现了，500斤啊！嘿，哇，啊、被拿走了。上次我要跳下来给你一个最帅的一斩，没斩到，太慢了。干、欸、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帮你按，啊！好。哎，干什么？家里干什么？啊，这里有矿，这里有矿。你后面。露米在看戏啊 ！CD 中啊！对，他后面都没有打架，又来了。你们有需要买药水吗？我贴好多、哦，我贴好多，你们要不要去买药水的、啊？贴好多啊！人如果可以换那个啊，换矿。嗯，拿去换矿。拿去换。哇！乐色、哦。啊，刚刚的河豚就这样子。没啊，至少用了。刚刚的河豚还把那个鸡冲下去了，可惜。哎、欸，他们游泳、哦，游过来了，简直可惜。哎、欸，哈哈哈！哎，你做杀人大白鲨，大白鲨，我是杀人队长。不小心的，不小心扑到。因为又有人找你了，可能是裸体的。哎、欸，钻石，他们想挖。好，我来嘞。来，我知道，你撑着。干，烧死了。哇，我想挖不了。哦，水里游超快，呜呼！没有，我放那个，我放加速。哦你要是我有那个深海漫游，深海漫游，嗯，还没，王者恢复了哦，没有，钻石，钻石，钻石，我掉，好好好，可以走了，跟我比汪汪，哎、欸，中间超多人了，中间人很多啊，这有点尴尬哦，完了，我知道，哦呦呦，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还不能啊，露米可以按吗？有，我放了，哎、欸，你钻石给我，我靠那个，我放那个，走，好烫，哎，全部都来，哇！等一下，我怕被他们吸走，先后退。好。哎、欸，我回家。等一下，哇，下一个，还有人哦。哇，站你中间。站这一波，这一波去站，站这边。这里很多矿，那个后面 Q 一个钻。吓死我了。好。回家哈。我去前面放那个力量哦。你们食物还够吗？放了。所以，我怎么进下去了？来了哦！啊，地勾到人了，抽离！抽离！力量级啊，三呢？力量三，再给你钻！哎，杰瑞，没有，那是我的钻戒，钻戒喷到我给黄金的，你那是我的钻戒，天使，它没有发光了。有，我给你。我有二十二，等一下我们先占你，封锁空区。好，你好。刚，哦，哎，有隐形刀，隐形刀，然后淋过去啊，水中。哎，问一下，绿宝石效果是什么？忘记了。力量，那是钻石。钻石不算虚弱的样子，虚弱哦，虚弱啊、哦，这也不错。家里，好，他们有人是虚弱自己人吗？他们没有人对方，对面。我想说 ，buff 说放自己人吗？那你就先这烂仙，虚弱自己人太强了。啊！我的技能猪，我喷你，我要喷你，喷到技能猪。贴！啊！有人！金干什么？矿？铁没事。金矿。哎呀，家里右边有两个、哦、小雨不要难过，没事，我绿宝石还在。好，上面有火焰剑啊，好痛啊！小雨你很弱，我知道。哎、欸欸，这谁？哎、欸，
为什么？刚刚为什么没有名字的？刚刚怎么没有名字？被挖掉？不知道是谁啊？谁啊？正在破坏。没有，我在附近的，我看着完全没人挖，为什么会扣一滴？神秘 bug， 后面有一个，后面有一个，而且他对话框也没有名字。哎、欸，他消失了，他不见了，他隐形吗？啊、他刚是隐形，在另外一边，在另外一边，这边这边这边。是那个内格兵啊、哦，太远了不行。上次那个叫什么？不是另外一个，我刚刚看到是妹子的 skin。我刚哎、欸，这边鸡，这边有只鸡，有只鸡。哈哈，球！哎呦，天啊！哇，两只鸡的对决还是笨鸡强。嗯，我们的青金石矿洞为什么是敌人在挖？哦，没有，他是要挖过来，他的动作很像他在挖。我好笨鸡！救命啊！啊！我们找一个黄金矿，黄金矿，黄金矿。来啦，小雨！我已经死了，就是那一个骑马的燃烧剑。我在弄帮他，退二，太痛苦了。哦，那个压骑马，不能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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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住，他们跳了，他们跳了。给他们跳，给他们跳。村民不要在那边跳好吗？村民跳养不住啊。哎呦！哎，骑马的还在哦。有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助手不见，有人转职啊！有人转职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绿宝石，哎、欸，我还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绿宝石几个没了？十九个不见了。还好啦，这个有点臭。现在这是炸弹，真的是炸弹哎、欸欸！他们狂跳，他们无所谓了。没有，我打他那个马狂跳。哦、我还坐楼梯，你知道吗？楼上不用爬的。哎、欸，那个马，那个马真的要处理一下哦。那个马真的很夸张。那马那个力量三超痛的哦。我虚弱有用吗？有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可以跳，可以跳了，可以跳，可以跳。哎，谁在挖木头？我。好。还嘲讽啊 ！BM 呢？看一下。好啦。他哪嘲讽？他哪嘲讽？什么？谁在嘲讽你？这蛋糕怎么回事？骑马的啊，骑马的刚刚还在外面对着你们扭动身体啊。他在炫耀他的马很快，他马很快啊。他有一匹高速马，扭动他的 body。嗯。来，我们尽量保护你。啊，去看。我还拿加速体贴了。哎，警告率核心又剩下。约死掉，死掉。哦，死掉了，第四阶段了。啊。要会扣分哦！有人在弟弟，哎，弟弟，家里弟弟，家里弟弟，家里弟弟，他挖到了，他挖到了，他快挖到了！哇，全身喷光光，耶，打掉了！是，波塞顿，哎，那马，追他！没追到，加速，加速，1.8打他马，哇，他马受伤还跑好快哦，他马真的跑蛮快的哦，爆炸宝。堵起来，不要让他走。他跳一下就出来了。专门射他嘛。哎、欸，有游侠吗？在金矿这边放陷阱啊。对啊。有没有黄？哎、欸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马又来了，马又来了。他在门口，他挖进去，本机真好笑。挖堵回来。马死了，他马死了。那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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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加速，我要加速，继续。重点是这里有个隐形。本机在打电话。打电话。有没有拿黄金镐？有没有拿黄金镐？黄金镐。你要搞吗？我这里有效率三，我这里有效率。有人在对大海扔空瓶啊！给我，放给我好了。小雨，我有24个铁啊！你可以做装备。好。什么？你把我的装备都喷光了？对，对不起。黄金呢？我已经死掉，喷了一套，我又自己做了一套，又喷光了。挖矿山，挖矿山。哎，我要效率，巧克力，对吧？因为我来帮你了。我就是，黄金洞多一点，避免他们就乱。有人买了，有。对。任务是干嘛的？黄的芝麻又在对面。罪恶值大幅提升，罪恶值。买来了，可以，没问题，赢定了。
所以只提升20。他们的有发光，谁还有？小雨，你不是给你铁做装备啊？等一下，刚刚挖矿大赛不能离开哦。挖矿大赛结束啦，你面前就有个合成台啦，绿宝石一挖就可以了，我保护你啊。喂，啊，有吓我一跳。不是啊。OK， 是吧？还在中间，没事啊。你们都没有锋利的书哦。我腹部都是节制克星跟不死克星。天哪！我是挖到钻石啦！我说锋利钻剑也可以，给你把钻剑。好，先放我身上。接一个变。我63个黄金的，我放你这，不晓得干嘛。默默的掠夺来了。前面是谁？等一下。哇哇哇哇哇！燃烧剑。就是那一个啊，然后又骑马了。嗯。哎。噔噔。好了。看看啊，钻剑能够燃烧二，来看看。燃烧不错啊。燃烧不死。燃烧不死克星可以啦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最好是燃烧。上 debuff 可以啦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团团，你加速吗？吧。不死氪金对他们有用，他们像僵尸一样一直来。不死团，我放箱子，我放箱子，等下谁要自己来拿？有，我再过来了。后面有一坑蹲很久，我不想那个人在干嘛？我不能打，他都发光了，他以为还看不到。我中毒了，中毒了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有啊，他上去了。贵族哎。在后面有一个，我在打，我在打。有他发光，而且他还是贵族，然后想要来挖我们家，真比较想不开啊。有人想挖这个，挖过了，刚挖过了，死掉会扣分。对，会死掉会扣分哦。现在，是啊，所以我没有去啊。哦，对，我是跟你讲，小心。哎呦，口袋有钱啊！财啊！财啊！哎。你怎么了？不是阿财才发了我的副手，怎么又不见了？阿财，是哎，你不要放副手啊，因为有钻石。哦，哇，我青金石没啦！我前支柱，这个是一回来是一样，所以双方都一样。哇，没关系，你之后不用放副手。不是阴阳师啦，不是阴阳师啊，结界师啦。阴阳师，我一把拉过去。我因为他刚想走，他刚刚想走。我这打很远，我这推很远。嗯，他只能到我们家。妈，他被烧死了！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吸，哎呀，他掉绿宝，他掉绿宝，我收。这里有钱哎，哦，好多哦。刚刚谁送钱过来？没有，刚刚自荐啊。口袋，口袋，口袋。嗯，有人送钱。送钱。现在有谁缺什么装？就风力服。哎，小雨后面。欢小雨后面。海洋祝福三。啊，这里看大家都给你钱啊，包养你啊！坚持保护，坚持保护胸甲，胸甲我有了。有是没有？你可以最后再给我，可以最后再给我。想挖没有人要了？想挖，想挖，过来！这个钻石变成这样，给贯穿三的附魔术要不要？枪尾刀，哎，可以附在贯穿三上面吧？那叫有奴，对啊，附在哈基的那个奴上啊。嗯，怎么附在哈基上面？哈基就有贯穿了。他可是一跟三应该有差吧？不能叠吧？发光没了，他不能叠吗？不能另外叠。对，好吧，那没办法啦，那就没办法。哎，沙轮可以做对不对？沙轮啊，有沙轮机啊，自己做啊，自己可以啊。是吧？修掉了。这个试试看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那我做，我做。要烧过的石头。刚刚就有做一个出来。你们刚刚有做？有做出来啊，所以你们做很快吗？可以用啊，是可以洗，可是你的职业道具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洗掉，没有试过。那你们刚刚做多久？啊？做多久？你们不同一场的？做那个东西做多久？开车哦，那个很快啊！开车，你们在说啊？很快啊，很快啊！哎，蛋糕，蛋糕，吃蛋糕，吃蛋糕，耶！小雨，蛋糕，最多蛋糕，蛋糕，巫师嘛，巫师可以换那个对不对？对。饥饿，饥饿，饥饿，饥饿！我
打不到我，烧不到呀、啊！我烧到，我烧到了！哇！我走了，蛋糕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来来来来来，丢！来来来，靠近靠近！哎，没人，没人！一二三，先丢！哎，你这框被我冲出来，你怎么死了？你怎么死了？算了！哎，音乐来，音乐来！一起吃音乐！啊啊！来来，我来了！来来，吃！一二三，旷野太久了吧？吃！是，我们还要加速。哎，封锁！哎呦，烦嘞！喂！胸甲没人要。哇，好痛，好痛！啊，那个走不动。放家里。哇，他好像是力量。哦，真的。哇，燃烧剑没了，但至少装备都还在，没事。可惜。被刺了。他们的发光没喽。好，小挖东西。哎，楼上在干什么东西？死了，看可不可以再发光？啊，人腿。贯穿附魔术，我就放家里啊。好，我先放。你们那石头干嘛本机？有人笨笨的挖，中中陷阱了。有中陷阱了。中中陷阱了。笨蛋 ，Q 不回去，不敢丢东西啊！哦，为什么身上有石头？有没有黄金？有没有来点黄金？有，这里有。有箱子也有。第五阶段，两倍，第五阶段喽！哎，我沙轮做出来了。沙轮，你不知道沙轮吗？沙轮啊，你不知道？沙轮，磨一下。沙轮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可以。营业啊，附魔术在家里啊，附魔术哦，附魔术在家里啊，铁也有很多。嗯，最后之眼怎么不能用？你要放副手。啊，欸、效率是好啊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？啊，你们两个有什么问题？哇哦，哇！换成三。哎、欸，家里有人哦。焦虑是警告，我帮你加速。啊！警告没人要，那我要丢掉了。哎，都没有人要。我们打人啊，在打人，在努力打。有人在我们家哦。再打那个人。大家都在追人，等一下。对。家里只剩他。异世界。第一次我还没打到他，哎呀呀呀呀，他救可你耶！天哪，我刚刚自己掉下来。他裸装啊，他那个很好打，就只一直跑，浪费时间的。好了，你给我不？哎呦，主要是我们武器都没有附魔了，打不着。那好的，我都是捡我们家。音乐你在？哦，对，你在铁矿，对，青金石。对耶，如果铁很多的话，我放四边，只要有人一挖下来，铁针掉地板上，叮就有提醒的效果。那这个铁前提是要够多，真的。里面不是铁很多吗？我刚刚也是换掉不少了，还有一组多。哇，全部双抽！我现在翅膀很多哦。嗯。翅膀要硬哦。他们是不是都在家里、啊？哎、欸，谁踩破？啊，我踩到了，没看到。踩破！他把我的蛋给踩破了。哇！而且还趴机。你是剩一颗还是都被踩破了？太多异世界小正太了。哦，你这个东西不要、啊，好给我。哎、欸，来给你帽子。啊，衣服给你啦。我有脚脚，帮你凑一对。哦，睡啦。哦，来这样啦，我要来吃菇啦。副手技能拿，副手技能先拿下来。好，空空哦，我拿了。你是不是哭了？一次就中，哇哇，你好臭哦！我刚刚还有装备，臭，你装备全不见了，一次，你有一个铁哎，允月，你看有人又糟蹋你的装备了啦。
对啊。哦哟，你的屁！因为你这不是这不是屁啦，那不是屁啦，一个铁定一个。飘飘棒了，一个就好。哎，我为什么我们家里有陷阱啊？不是啊，这是我靠近核心会凋零的。哈哈哈！我等下操你啊！我等下操你啊！正太就是力量。等一下啊，正太一直揍人啊，好可爱！不是我刚刚不是有那个黄哎，哈基黄金给我，脚交给我，我要死掉了，救命！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应该可以穿了。我在你旁边。卢米，就给你黄金脚不行哎！天哪！来，他这样子打。你以为你这样子就可以？哇，家里可以。小雨，踩在船上可以吗？哦，我还不能屁，我还不能屁。我等下还缺一个，是不是？还缺一个，是不是？啊！异世界侦探，哎，有人来了！哎，打他！有人来了！正面有人打他，是会喷绿宝石还是小雨掉的？会喷绿宝石。会喷绿宝。好可爱哦！可爱就想杀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！还有没有青金石？我没有青金石了。有很多很多的铁。嗯。我买一些。我要青金。愿意，给你一些钻石。哦呵，绿宝黄金，我不管了，全都给你了。这么多东西，那他没有办法。米菲，你在看什么啦？你后座是空的了啦。青金石，有没有青金石？米菲，看这个，这个，看这个。哎，我要转职哦。放副手，大家副手空哦。副手空，来，副手空，副手。好，手空，副手。有隐形。你转职，你有转职吗？有啊，我变矿工了。最近有隐形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拍谁？那都是转职的。露米有看到哈？啊，我没看到呢。我以为你看到还跟着走嘞。啊，打到了，我去。我来找青金石打。我去对方家放屁。好像我放，我试看好了。哦，放哦，然后你放到我了，巧克力，好棒！哎呦，反正我都帮你啊！啊，等，那陨月排水金镐来不及按，哇哦，金镐来了，够了，这个我这个虚弱完全打不了人呢。头上，哎，谢超级牛烟，哦，我用木头打死了呢。注意，风力四有谁要钻剑？我没办法拿，没有。我来。这个不能拆啊！我这放不对。回家。我在楼上，我在楼上。音乐回来了哦，请把你剑送回来。要死了！你们了。回家。你们要回家，要到家里哦。有我在。回家。嗯。要帮我回家吗？谁？你啊！有完成，我用我的命。有，原来是你这样讲。耶！还有没有青金石？我们青金石了。我还正要，你要不要去挖？我帮你放啊。好，我去挖。有杀人那个给我，我可以弄绝招出进去。杀人的那个海灵石，有人飙马出去了吗？哦，开车，出去了。你挖红石两个，再挖一个青金石就可以了，循环啊。本季要帮你 P 他们吗？我好，本季先离开，我去 P 他们核心那里人。我在你身啊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你，他们核心那里 P 了。哎，我按错了，我按到 Q 了。啊，我按错了。你是打开包包的吗？对，我打开包包了，我 Q 出来了。好像有人在追我，没有？一秒，我从后面来，真的是 PP 哦，这样就暂时够了，这乱挖应该够了。你几个青金石？现在有十二个。好，等下分我几个就好，几个就好。多换一点职业技能书，这样 Q 出来可以有另一个。哎，这里又有一个燃烧耳。好，燃烧二还是你？燃烧燃烧的人，燃烧的人，他不是没有那个发光？对，对。头上的是谁？我有，发光有看到吗？没有，没事。下面没有，中间又有骑马的。喂，我会飞。他中毒了，勇士我，没有，是我在射那个高空的，高空有一个，高空也有一个高空射箭，对 ，OK，
看我同死东方你起码还想弄我。还有没有人缺什么装备需要附魔的？哎哎，装备哦，其实哎，跳不上头、胸甲跟鞋子。我要去 P 他们家。哦、哇、就是，死掉了，被追到了。我要酷酷裤子，我看一下。没事，我接到很多。阵亡之加一个死亡会喷装，直接喷装啦。裤子保护衫，你要牺牲是不是？啊、我集火一个了吧。哎、欸，你不用急着、啊，我们可以去打人啊！嗯，你为什么要死啊？哎、欸，那个中间谁？哎、欸，中间要劈了！让他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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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燃烧，为什么杀人都没有拿到那个混沌之物啊？不是我是说征收绝招出境界的那个，我没有混沌之物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海灵石，这里的海灵石，海灵石的啊啊！对不起，玩错游戏了，不一样的东西，不一样的东西。那边，你屁股，想要获得混沌之物吗？哎、欸，有人哇，好多啊！我不要，对不起，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放屁了。沈川，你刚才说你要什么？头、鞋子跟。那个胸甲，有铁针吗？没有。有头上有啊，家里好像有。头上加了一堆。头上我放了三个这边。啊没有，我在附魔那边。胸甲保护衫。啊。其实我武器也没有用。我去找你。然后他这裤子还不想拿。啊，我去拿。他不想穿裤子。他不想穿，等一下团你看你要不要顺便拿走？没有，我裤子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能穿裤子。在挖矿啊。你不能穿裤子。对。不错，我是裸露之人，臭的人就走了、啊。我也是，嗯，帝王专属技能。你们七要冲可以冲啊，我可以一直臭他们。好，好啊，好，我可以放力量。他想打谁，我就先去臭他。我要去买那个柱子，嗯，柱一下，柱子，裤子，柱子，来去找竹子，我这样。竹子，我们要来战斗哦哦，还有五个黄金哦，我有黄金来，好，还挖，臭死你啊！不用太多，啊、不用太多，嗯，谁挖矿我就臭谁。小雨在挖矿，谢谢。小雨，我这屁很香哦，这个屁很纯哦，这屁很纯、啊，听见还要15秒，还要15秒，异世界中间，哇 ，PIP 大军，大军，有点多，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啦，他们也有人来了，他们也有人来了。可不可以多做几个团啊？好，你蹭一下，我做，你蹭一下。然后我劈他。他一喊我就劈他。那是亏。哪里？全部都是。又是你啊！是的。米菲，你赶快走，他们全部都在追你。好开心哦！哎，米菲来我这，米菲来我这。第一次有那么多人追米菲，很开心。小雨，你打了他，全都追你了。没事，我在举着盾，我在举着盾。小雨，等一下。对，哎、欸，坐船，我想把他们上去。远方有弓箭手，远方弓箭手。有人在射箭呢。对，然后矿坑有两个人。啊、我刚刚看到附魔塔耶。我凑了一个，矿坑的人凑了。哎、欸，上面有一个在叠的。有、这个没抽到。好，你可以下来。我现在想办法，我在想办法上去。可惜救了我。不会。好，上面还在帮你远距离射箭。我放不了。是因为你在干嘛？很气耶！因为中间有那个陷阱。没有啊，他的绿宝石很多嘞。第六喽。他绿宝石超多。哎、欸，那个我们青金石有一个人，右边有一个。嗯，金矿。我放先。金矿那边有一个，我先过去。哎、欸，这个11颗绿宝石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个中间那个下去了，中间那个下去了。金矿那个到后面了，到铁矿。铁矿。啊？铁矿，我现在不在那边。有，我劈了他，换你们。金石那边有一个、哦，我被骗，好可怜、啊。我还有金苹果呢，我一直吃不到哎、欸，天哪！这给你，我完全打不到，我没办法。